不出，那表示我们可以封麦了。大家有耳闻了。当然啦、啊，其实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需要计程车，那他们是车，我们也是车，但是如果我们的车坏了，就是需要他们的车，所以这个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常常有需要计程车这个东西。大巨蛋是应该是我们的梦想吧，希望我们也有机会。那这个表示说这是一个对歌手一个肯定的一个做法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歌手的很大的一个目标了。在有生之年，82岁，我们当然是希望越快越好，但是我觉得我们没办法去说大概是什么时候。那我们希望在明后年，应该是算是很好的时机。对，再往后一点，可能我们越来越不红了，开始走下坡了。那个时候。连小巨蛋就不一定都可以去付出，那表示我们可以封麦了。哇，真的假的、啊？对，其实这个是第一次听到，所以大家有耳福了，又可以听到。对啊，有耳福，对。